下，爸爸一起恰恰，让你妈妈留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这集是那个康熙夺文具吗？不是，我是哈林。这个文具，这个吉他是道具吗？是，可以摔吗？你一定要摔的，你是像摇滚乐手这样摔吗？这可以摔，但是摔了要赔。谁赔？我赔啊。那就摔啊。不是啊，你片酬8000万，你还不摔啊？你也在怕这个钱吗？有，其实我项链是画的吗？不是，这是真的项链。那你拿下来借我看啊。好，借我看一下。要看到条，过来给小 S 看一下项链。我喜欢，我想要戴戴看啊。哎，不要跑，不要来，不要跑，不要跑，很贵啊。为什么开场要给你占用这么长的时间？不会啊，其实才几十秒而已啊。你看人家真的摇滚乐手头发已经剪成就是很清爽的样子了。但是我这个是有一种复古的那种摇滚。你这个是蛮早期的耶。是蛮早期的。哎，戏你留过这种吗？有，出道以前。一定要。真的假的？这一定要。比这个还长。对。然后也是要甩头的吗？要。你现在是这张专辑要改走好人的路线是不是？我一直都是这样啊。一直都是这样，因为他今天眉毛画的那个粗度，感觉会人非常好哎。真的吗？现在要走剧，因为他最近有演，他最近好像有演偶像剧。有吗？跟没有，我去拍电影。跟杨景华他们在拍片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张钧甯。跟谁？张钧甯。拍电影，拍电影。里面是酷的角色吗？是一个赛车手。然后是要认真谈恋爱的那种。我是他哥哥啊。我所以没有爱情戏。不关我的事。所以你没有心碎然后飙车的那种戏吗？我本来只是去帮他们写那个什么电影主题曲，后来就客串，后来就客很大一串，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人看起来很好哎，祥和对不对？就是你眉毛已经是有点这样哎，而且笑的时候，笑的时候还会往下，瘦眉是吗？对。今天邀请的是号称铁嗓的歌手们来这边比赛，欢迎四位。他是铁嗓吗？是，我知道呢。可是恭喜你们团得了金曲奖最佳团体哦！出新专辑了，这是新的吗 ？Live 专辑，谢谢。啊，谢谢谢谢，摇滚歌手。所以，请问你们马斯卡得奖后跟得奖前得到的观众的对待有差别吗？还是一样很热情哦，觉得都还好。今天那个虽然几位都是嗓子特别好的歌手，可是其实他们都做很多别的事情哎。我现在想起来，高慧君得了那么多金钟奖，都是女主角跟女配角的奖哦。是，所以你现在是演员了。演员跟导演对导了一个小电影，是鬼片。小电影，小电影是什么？就是鬼片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因为上面有写。有看到。对，是一个其实是小时候的故事。我本来有三个剧本。但是我老是觉得我的剧本太长，就希望我能够精简，然后就把鬼故事那一段跟我奶奶那一段把它剪成，就是写成一个小剧本，就拍成一个24分钟的电影。所以是跟奶奶有关的鬼片是不是？鬼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影像，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证实那是自己白日梦还是什么现象？最后发现是奶奶，是不是？没有奶奶，就是一个房子。你怎么知道人家奶奶会还在呢？奶奶在，奶奶就算在也很容易会像鬼啊。因为奶奶每次动作都很轻啊，有时候会说很长。对，跟奶奶道歉，有奶奶在看我们节目哎，所以你现在唱歌已经放在很后面了吗？很后面，所以我今天来，其实我很害怕，我想说，哎，等一下就先回去。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唱歌了，很久没有。为什么你声音那么好，竟然这样挥霍吗？也不是，因为你的兴趣会转弯，然后最喜欢的东西会变，可是唱歌还是一个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像现场幼时我还没有合作过，像妈子跟阿信我们都算合作过，可是如果年轻的时候是在同个地方在竞争的，现在也很黑。对，我们现在很年轻。对啊，他没有要听我们年轻的时候这句话。真的吗？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所以你有不服老吗？那你眉毛干嘛画那么浓？我们两个都不老啊。他们今天要教大家一些铁嗓子的人看是不是也有开嗓这件事，还是就随便唱都可以。然后来这边受教育的同学们有10位来自演艺学院的同学，嗨，你们好，欢迎。拿麦克风的那个人叫做耳朵，我叫耳朵。耳朵，这4个人当中你觉得谁嗓子最厉害？嗓子，
我觉得嗓子都很厉害，可是如果喜欢的话，我最近很喜欢马子卡的那个。所以你们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唱歌就觉得嗓子很好？对，嗓子很特别，好雷鬼哦。啊，对。所以会因为看到他演唱那么棒就觉得他很帅吗？我觉得他很帅。哎，你先走哦。马子卡，你这样不会对团员不好意思吗？就是如果大家都过来找你照相，你要不要也拉着团员说大家一起照？我会啊，就大家一起照这样子、那团员会不会很有骨气说我不要？会闪，他们会闪掉，有的时候。因为台他们就已经叫 Masca， 然后主唱也叫 Masca， 所以台下的歌迷喊就是会喊 Masca，等于就是在喊主唱的名字。那到底其他人要不要跟台下的歌迷挥手？我们还是好朋友，对不对？因为他们如果一直猛喊 Masca， 阿修跟阿修，原来好像乐团有一个名字叫 Masca and something else， 对不对？结果那个 and something else 去哪里了？那个因为后来我们觉得名字太长，原来叫什么？原来叫 Masca 什么 ？Masca and Diha， 就是其他三个团员的名字吗？对，那 Diha 呢 ？Diha 还在啊，只是合并了。对，没有合并啊，我们只听到 Masca 啊。所以你把 Masca and Diha 去掉，变成 Masca 而已啊？对，就是我们商量了，就是哦，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啦。对，你好狠哦。没有很狠，哎，换个角度，我把名字贡献出来给大家用。没有啊，荣耀就是在你一个人身上啊。也没有啊。不是，他们说喊 Masca， 那还有那个阿修跟阿胜不是 Masca？ 没有，他们有各自固定的那个吸引的族群，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不会有人喊阿修跟阿胜啊。有。会。有吗？有。其实他很出风头。对啊。真的吗？对，他在原住民界是非常出风头的一位。以什么？他是台湾最帅的鼓手呢。他其实，在姐妹界来讲，他很会模仿啊，然后逗姐姐很开心。真的吗？之类的。他的模仿是哪一种角色啊？其实他会自己创造一些比较有就是很酷手的一些表演桥段。感觉到陈汉典在燃烧吗？他通常都是有吗？我自己都没感觉。模仿不就是踩到你的区域吗？其实还好啦，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是主人嘛，来客人要稍微好啊。你不是主人啊？啊，我你是主人。我是仆人、啊，你是奴隶、啊，我是仆人、啊，耶！所以你的模仿是什么？你创造了一些角色，是不是？其实他就喜欢就很临时，临时他是很是我们认识的人，然后他模仿。没有不认识，他就会自己玩。对啊，比如说跟小君姐在玩唱歌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些奇奇怪怪。所以如果我们现在逼他模仿，他就是会很尴尬，对不对？会很 K， 对。所以你看到汉典模仿的时候，你也不会想说我要跟他拼一下。哇，他是我心目中的模仿之神，模仿之神吗？真的很会啊！我每次在看康熙的时候，哇，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很强呢，很强。好，那我们就不要访问你好了。那刚刚是只是为了看陈汉典，那你就让汉典访问他，对啊，来给你加油访访。那你们那个底哈到哪去了？就说刚才说过了，就变成。合并了又就变 Masca 了嘛？对，看你加油，蓝又石问一个哦，哎，又石好久不见了，哎、hey, 你好，对对对，啊之前我们好像在校园有遇过嘛，有吗？哎、欸，好像记错了，你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可是可以瞬间忙场子搞砸，这些问题在校园应该不会不受欢迎嘛，是 OK 了，大家还是很就是很自然这样子，就是聊下去。蓝又石是在为难你，还是他真的没有在校园见过？哎、欸，其实我真的应该没有吧，还是。啊、那个不知道叫蓝什么的，没有蓝什么的 ，OK。蓝正龙吗？不是，那应该是记错了。好，今天呢，他们四位要帮我们唱一些他们本来没有唱的歌，结果幸选的是台语歌曲。是因为我在专辑里面有创作一首台语歌。那你的新专辑里的那个台语歌是开心的歌，是不是？因为给敖一直，待会可能会唱的是给敖、然后他唱的一直就是一个无怨无悔的一个女生的故事。那我创作这个歌的感觉是，其实它是有怨言的。你那首歌是叫什么？桃花开摇摇摆摆。桃花开摇摇摆摆，然后是要用台语发音吗？对，感觉是这种轻松的会摇摆的歌吗？对，就是它是有点怨言的，但是它是用春天的画面。怨言是说女生觉得很寂寞吗？不是寂寞，她是辛苦了一辈子，为了什么，但是她其实是有一点点遗憾的。被辜负了这一类的，对对对对。那你台语好吗？不错啊，不错，可以。哎、欸，你是不是没办法容忍唱歌左右踏脚？没有，我现在一直在控制我的眉毛。你如果不安静，你就把它
卸掉一点啊，因为真的很粗啊。我一直在控制他，没有什么好控制啊，他就在那边啊。可是你知道你把它藏到刘海后面去，是不是？然后对啊，你知道你的眉尾啊，已经快跟你的眼尾连在一起了。哎，好了，成功了。好，这样对，这样成功，个性回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嘛，对，我们开始送 CD， 从现在开始剪。OK， 好，好吧。回来了是不是？全部是你创作的，对不对？对对对，这个我都已经在这里，你可以给汉典。谢谢谢谢。你写名字。所以那个桃花开摇摆摆，台语怎么讲？头灰亏摇摇摇摆摆。请问像你那么酷的摇滚歌手，是没办法接受唱歌左右踏脚的这种行为？没办法，真的我没有办法。那弹指呢？是不可能。那如果你要唱，是必须要这样的老歌呢？我会站着唱啊，我会坐着唱。站定。对对对，站定。所以弹指是你觉得没办法原谅的事吗？没办法。那这样拍大腿呢？没办法。那你要首歌你会拍大腿？甜蜜蜜。没有，甜蜜蜜会这样。啊。比如说那个，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要拍一下。高慧君也会吗？很难哎。对。是通常就是我之前唱歌的时候，我很需要有那个麦克风 stand， 否则我会觉得我少了一个朋友。所以晃头弹指你也觉得非常的丢脸，是不是？不会丢脸，但是那个做起来我会尴尬。那你会像 Mariah Carey 这样子吗？不会，因为蓝又时好像是这个。对，他手蛮忙的。有吗？看你没有吗？哎，我小妹唱歌的时候就会用手去辅助她的高音跟她的那个。所以他最高可以到吗？这个我都不清楚了。对。KL 曲风多变化，婆媳心情大不同。我觉得如果观众是闭着眼睛的话，真的不会听出来是戏在唱歌。是。很像一个那个受性虐待的戏，对不对？KL 你会唱雷鬼吗？他的麦克风也是真的，哇！你心照，哎呦呦呦呦！我想说你会比我先走，感觉好像是真的希望他走。那个大 S 演的那些 MV 是很疯狂的吗？就大 S 最后有变成别的东西，是不是？有，他就变成僵尸啊，对。哇、wow. 哦，那就是被病毒感染的一个世界，然后最后大 S 也被咬到。对，然后被禁播的原因是因为那比较血腥嘛，然后他变成僵尸。所以你们是情侣。对。然后逃亡中大 S 被咬到了。对，他那个剧情有点像《我是传奇》，那那些僵尸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每天会碰到的那种。陈汉典，陈汉典。对啊。对啊。陈汉典，你变僵尸了。哎、欸，你好会演哦。可是还有一丝人性，你还是爱着你妈妈，但是你又想咬她，你又想咬她，可是你又想到你模仿叶富台的日子，还有黄立成的日子，我是冷面佛，你干嘛笑呀？不要放假，那么假怪事，好复杂的僵尸，好复杂哦。所以你跟你还没有结束吗？结束了吗？现在是僵尸还是摇滚乐手？摇滚哈林新角色。所以你跟大 S 演的那个是逃亡，然后最后他没有逃过魔掌。对，那就变成他们的一部分。那我就要抉择要不要把它结束掉，这样。哦、oh, ，对啊，因为恐怖片很爱演这种啊，对，就是妈妈本来抱着女儿，就女儿就变成那个僵尸，妈妈就要射杀她。对，所以最后她被阳光照。你女儿在家里应该玩这个啊。我们很爱啊。因为每次大姐来我们家，我们就会演脏笔追我女儿啊，就。快点！然后就演得很有病啊。我女儿一开始就说：“哎呀！”然后就开始追，然后最后就说：“妈妈，不要这样了，妈妈我不想玩了。”然后就说：“我不行。”你不会被你现在骂吗？这么无聊。我老公也很会扮僵尸哎。什么教育、啊？所以那只没是各处都不能播，还是台湾可以播？都不能播。台湾也不能播？都不能播。所以他还是白眼啊。对，就是网络上微博，还有这个DVD 里面，因为那是大 S 最梦寐以求的角色哎、就是变僵尸。可是这是大 S 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拍片吗？是。就拍脸烂掉。是，那姐夫就是有问他说为什么？
就不会觉得不太还好吧，因为我姐本来就是很黑色的人啊。哦，对，她的梦想就是演僵尸跟杀人犯啊。我知道，她以前就喜欢那个，所以你演戏的时候，如果导演要求你演一个很喜剧的表情，你也演了？我不会，就不演。唯一抗拒的，我没办法演喜剧，不可以演喜剧的表情。对，如果只是无奈呢？啊。我觉得你是想要动他眉毛的脑筋，因为他的眉毛现在很适合演无奈啊，刚他已经盖住了，不要再烦他。对，好，所以你那个桃花开摇摇摆摆，是节奏比 GAL 要快，差不多。可是 GAL 是 S 的歌哎，真的吗？我今天选这个歌唱是因为我要唱出另外一种感觉，我是想要用深情的。感觉，所以里面不会有任何摩擦的声音，完全不会。那还有什么好听的？是不是？因为你摩擦的声音就很好听啊。知道，不会，今那个 Masca 的声音更棒。对，所以你今天是要走费玉清路线吗？眉毛都这样。好啦，那顺便教学，所以等一下唱完以后，学员们可以请教问。好，来信上场喽。最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笑的时阵你有外高，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把你牵条条，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你将青春嫁在阮家，你对少年就对我对到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比较重要？你将青春嫁在阮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不敢看你为我目屎流。我觉得如果观众是闭着眼睛的话，真的不会听出来是信在唱歌，哎，是很像一个那个受尽虐待的媳妇在，你知道，就是对，我觉得小媳妇在唱歌，很像在一个充满了什么玻璃的房间里面，很怕震破玻璃什么之类的，很小心，哎，为什么那么小心翼翼？没有小心翼翼，就是唱得比较柔软。你中间没有很想要飙出来？完全不会，真的吗？完全不会。可是感觉是很小力，哎，是啦，很舒服，哎。什么要很舒服？可是我感觉你有很憋的在把它唱那么小声呢。是，那因为你好像是一放松就哇、啊、这样子，对不对？没有，我是彩排的时候是很放松啊、嗯。那现在会紧张，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怕眉毛会有误导，yes， 就会变成对，就会变得有一点点担心。可是跟唱没有关系。Gail， 你会唱雷鬼的风格吗？重点是我不太会台语呢，就两句就好了。温哦哦，我将青春给予恁兜，早就天昏是吵吵闹闹，等来等去的时阵啊，我爱你心走，哎呦呦呦呦，不让你走，我衰老，哎呦。我觉得婆婆们都。
开开心心的，没有，就是海边版的。而且他说你会比我先走，感觉好像是真的希望他早走，不是说是你知道。玫瑰版还蛮适合的，所以你驻唱的时候是曾经唱过那种很传统的流行音乐的唱法吗？有啊。所以你们是连爱情酿的酒都要唱吗？对啊。他唱爱情酿的酒还比较好想象，可是如果让他唱一个很难想象的歌，会是你说晚安曲那种吗？晚安曲应该也很好唱吧。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我走音了。我没有达到吉他，我不自然。心唱很怪，我要听吼，我要听嘶吼的晚安曲。又要讽刺吗？就其实不太敢那种。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后面怎么唱？晚安，晚安。再说一声，明天见。百货公司有放这个顾客，吓跑，马上往前走。你刚本来要救他是怎样？不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阿信唱歌就是很嘶吼，很嘶吼。其实以前啊，就是在玩乐团的时候，他唱情歌非常的可怕。他只要一唱情歌，就像像 gay 傲那样子，底下观众会哭哎。是，对啊，很多那种什么女歌迷哦。其实嘶吼的原因是因为常常会破音嘛。哈，就我们想办法那个圆那个破音，久而久之就变成特色，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对啊，因为重摇滚本来就有很多人唱抒情的歌就很动人、啊，对，很多的重金属摇滚的抒情歌是非常隽永的。你以前是有在喜欢性是不是？哈，因为被你讲成这样，没有，因为我们曾经就是我在台中的场子算是很。算是最多吗？不能这样讲，人要谦虚。人最多的是不是？就是我应该算是在台中场子最多的一个歌手，一个乐团。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场子少了，就觉得说哪一个主唱这么的嚣张，把你的人抢走了。对，结果我说我要踢馆，就看一下，唱的真的不错。那时候他在唱的什么 ？Just One 哦。就那什么，还跪下来，那太矫情了。你说唱到激动去有下跪吗？对，那是会撕衬衫跟拿水淋在自己身上吗？是没必要啦，一个小时才600块。不要讲出来。拿水淋这件事情，他们团有一个团员很好，对，有个好故事。我是我吗？你那时候不在 Masca 团里面是不是？我那个时候还没在哪里 ？Masca 台东。台东的一个团。然后呢？那只是一场误会啊，因为以前我是吉他手嘛，我弹吉他，然后后来我背带掉了，然后后来因为我要收，刚好要 solo， 就是我要弹嘛，没办法。来，解释，然后我讲解。他因为没办法弹的时候背带掉了，然后他一定要就变成是跪着，哦，漂亮。然后我就跟那个主唱讲说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说，你要跟他讲背带没了，对。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很嗨，他就直接拿矿泉水还浇我的头这样，然后我就摇头，我就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就觉得更嗨，他就靠背，然后就倒矿泉水，我说不是。兴高乐看不见，来又时小 S 吃闭门羹。我为了情。在疯狂，我将它牢牢记下。竹爷醉看，然后在那边有一点互动，你就觉得根本影响死的。对，他高到看不见别人，是跟他在一起就完全看不到你。信，奶奶是看不见，信，奇怪，他还在啊。你们真的没有嗨到希望人家浇水这件事吗？没有，没有嘞，会漏电的，对啊，会被电的。可是信会浇水吧？会啦，但是这个我都觉得还好。比较糗的是，有时候会有状况。哇，最糗了，我觉得这辈子最糗了，在台上就是唱那个《如果还有明天》啊，然后最后的 rap 的时候。哈！1999，我们赢完最后一场，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然后重感冒。嗯。哈！
然后好大一个绿色的弹，哇！1990、1990，然后我就这样抓着，然后那你弹不就一直在 rap， 你知道吗？然后又不能拿开，拿开就黏黏的，然后那个字是一直没有停的，然后就这样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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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最后唱完，然后又很担心这边拿下来会，我就刷一下，好恶心。那有下一个歌手要用那个麦克风吗？高慧君，你以前刚开始出道，喉咙不舒服。你出道的时候也是做摇滚打扮的。从以前，我算是在台中在驻唱的时候，就是老板最闲的一个歌手，他说我穿衣服都没有变化。然后永远都是黑色，然后唱的也都是冷门的摇滚乐，是不是？就唱很冷门啊。其实一开始我都一直被排挤，因为那时候我不唱什么，唱巴拉歌。可是到最后，我连恰恰恰这种东西我都唱了。你后来怎么妥协的？因为要赚钱嘛，不是你只有一个人要赚，你还有你的伙伴们要一起工作。对，然后那时候台中有一阵子非常流行那种台中恰恰，然后大家都跳不停的，变成我们乐团要跟着 DJ 一起接歌。嗯，就他们唱完，他们放完之后，我们要跟着接，要全部都是恰恰的东西。现在小朋友还会跳恰恰吗？所以你们在格子衬衫会对不对？你跟汉，你跟汉典跳跳看啊。这画面很奇怪。你不要用这么复杂的跳法啦！弟弟是在躲他吗？弟弟脸都红了耶！你跳正常的舞步吧，好恰恰，跳基本步，台中的恰恰啦。其实就是这样嘛。对啊，对，哦耶，对啊耶。陈汉典真的很恶心。S 姐应该是比较会恰恰，是不是？所以是刚才跳完那一段，她也很想死吗？所以你的歌路是哪一路的？是会唱歌的人吗？你？不敢自己讲。你敢在大家面前唱一句吗？可以啊。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你像刚刚在唱这种歌的人，你刚才叫他跳恰恰，他回家会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然后爸妈说吃饭了他都不会回答，因为他就很受挫。他就是靠恰恰才换来唱这段歌的机会的。可是真的在信之后唱着歌声，听起来好像两个世界的事情哦。不会，他眉毛也很粗。是，所以你如果讲评的话，你当过歌唱比赛的奖评吗？有。然后这样唱完你也可以奖评哦。可以啊，真的可以啊。那他刚刚唱完你说什么？非常好啊。就这样吗？你评审的路线是不伤别人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超伤别人啊。我还会打选手。哪一种？就是林鸿明吧。他唱不上去还是放不开？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只是要很单纯的说，我觉得唱 rock 没有问题，但是我很讨厌唱 rock 跟人家互动，在台上。什么叫互动？就是带气氛啊什么，我非常讨厌。你说让我听到你的声音这种吗？对，我很不希望自己在台上这样。我觉得气氛是你唱得好，你唱得很棒，你的精神去感动台下的人，是不是你在那边把你的手借给我，然后去，我觉得那是。你要可怕，对我来说，现在有多少歌手这样做吗？对，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我自己。Okay. 不是因为你在唱摇滚乐的时候，你声音也没办法跳回正常的声音，说把你的手借给我啊。不是，我不会。哈，1990，把你的手借给我。你声音，因为你声音没办法立刻转移，还可以用嘶吼嘛，说把你的手借给我这种啊，对不对？所以可以狂吼的那一种啊。我很简单的想告诉你说，唱 rock 要有火气，你不要去跟台下互动。哦，激怒你的火气的方法就是痛，所以你不可以骂现场的人吗？比方他们不够嗨，你骂了你都死光了吗？什么这种？这个有可能，
这有可能。所以你是说，如果你上场唱歌前，我赏你两巴掌，你就会更唱出表演精神 ？OK 啦，对啦 ，OK， 就是我们会以前会这样。你要当你要当演唱会嘉宾，专门去演唱前赏他两巴掌。他说他要愤怒啊。蓝又时，你去听演唱会的时候，如果看到歌手唱到中间把麦克风举向群众，让他们唱，你会觉得他在休息吗？会啊，因为我也会这样。你也会这样？副歌给你们，其实就是歌手累。可是这样子我们听的时候就很不舒服哎，就是说到了最精彩的部分的时候，结果是听到不是你的声音。通常我会最精彩的部分唱，对，而其他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很好。可是真的在休息吗？没有啦，其实，休息绝对不会是把最精华部分真的高音什么都给别人唱，我觉得还是要把最基本，比如说大家现在很想听到的什么歌，要很认真把它唱完。可是像刚刚信这样讲说，他都不跟人家讲说我也爱你们这些的时候，那你下次如果跟他同一场，他也在的话，你会不好意思这样做？我会逼他吧？你会逼他这样做？嗯、他没办法讲一下这样子，你就逼他说你要不要感谢一下观众这样？对啊，我说就是他们已经讲那么多次我爱你。然后我就会硬逼他讲。哇，你好有种哦！如果他硬耍酷，我就大家就给你在那，你就赏他两巴掌，让他愤怒的唱歌。我会不是，我会把他的，我先看眉毛。又是你今天要唱的是什么歌？我今天要唱，因为之前我知道就是艺人名单有谁的时候，我听到有信，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唱《千人之恋》。可是在他面前唱会不会压力很大？如果他愿意可以跟我一起唱，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可是他就偷偷先跟我讲说康永哥会唱，他我一讲说我唱这首歌，他就跟我说康永哥会唱哦。你会唱《千年之恋》？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啊，我是骗你的，你害我干嘛？原住民天籁美声，身材胖瘦很重要。Making lov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歌手比歌手放松，就像巴斯卡这样胖一点，其实很受欢迎吧。他有必要承认自己胖吗？他没有要，对不起，你没有要承认自己胖，你很瘦。谢谢。脚底下真在走，身边的水在流。沙滩上消失的浪花，让我慢慢想起家，曾经许下的永远又在哪，总是放不下。风化，我将它牢牢记下。海风一直眷恋着沙，你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心中的枝桠。一起唱这歌很容易被他盖过去耶，而且梁又时蓝又时的动作又是很投入，然后那个信好像一个大型的僵尸。哎，信有时候唱歌是不动的，对，他是不动啊，可是就是声音很震撼啊。那我觉得我一直在面对的墙壁上，他那么高哎，就他好像在、啊、
因为你在那边激动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那边是完全没在回应的？就是没有，自己会有点失落，就哎，好吧，就看到他唱对唱是你希望起码两边要互看，是不是？是啊，因为这不就千年之恋吗？可是他跟人家互看也他会尴尬哎、欸，也不是摇滚乐手该做的事、啊。哦，原来是他会尴尬，而且他高到看不见别的人、啊，是你知道他会一直扫到别人头顶过去啊。因为跟别人对看，然后在那边有点互动，你会觉得根本很想死，对不对？对，我不爱跟人家互动。可是如果你请小 S 当你的嘉宾，他会拼命要跟你互动，所以我不会请他。好冷漠、啊。他会整个人缠在你身上绕。我会很紧张。我有看过他跟那个伍佰大哥那个，是对啊，我就觉得哇，伍佰也太辛苦了。他没有要放过伍佰啊。对，我知道啊。可是那很对节目来讲是很精彩啊。是，对，就两方面都很棒。可是我如果是我会很紧张。你知道你今天没有高跟鞋。对啊。所以你如果跟他站一起，你就完全看不到他哎。看得到吧？你不信你站站看。哎。信，谁？真的不信啊？信，奇怪，他还在啊？怎么讲？你这样要骚扰他，他也不，他可以不理你。我整个气势都没有啊。好，所以高慧君，你要唱的歌是？这首歌之前那个我妹妹高蕾雅，她还叫高佳慧的时候，在康熙唱过，然后这个在 YouTube 上面的点播率非常高，所以你今天是来破他的记录的，试试看，但是好像有点难。你要听破音是不是？会吗？有破音吗？非常有机会。有破音可能点击率会超过你妹妹。我觉得会吧。所以上次他点击率那么高，是因为唱非常好，是不是？对，他就是因为那首歌在这边唱，然后他整个人就是被大家认识。你如果破音，然后再喷痰，再喝下去，哇，我觉得点击率会飞。然后最后再把裙子拉起来照镜子。那我的眉毛要加粗吗？请上，请上。A few sturdy moment, it's all that we shared. You ge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other man's gonna do.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You used to tell me we run away together. Lov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You say be patient, just wait a little longerBut let's just end our fantasy. I got to get ready just a few minutes more. Gonna get that old feeling when you walk to the door. 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for I'm feeling alright.We've been making lov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oh,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For you这也是你以前驻唱的时候常唱的歌吗？这一定每天都要唱的、oh. 所以你刚才唱的时候会觉得很喉咙很紧吗？全身都紧，对。哎，这什么话？你现在希望有一个戏里面是要大唱歌的那种角色？不要，我也想演僵尸。你也想演僵尸？哪一类型的？我最想要演的一个角色是女警，或者是那种就是女警最后变成僵尸吗？女警就是我想要演侠气那种。
对，但是很多导演跟我讲说没有那么胖的侠女。对，你现在有？有啊，胖了很多。你现在有胖吗？有。男歌手比女歌手放松，就是像 Mascara 这样胖一点，其实很受欢迎吧？他有要承认自己胖吗？他没有要，对不起，你没有要承认自己胖，你很瘦。谢谢，你是好人。哎，雷鬼本来就可以胖吧？你应该可以尽情的胖瘦都无所谓吧？哎，身体健康比较重要了。对，唱片公司不会有在逼你变瘦吧？对。他们是觉得身体健康比较重要，所以瘦一点会比较健康啊。当然啦，就也不要太胖了，也不要太瘦，就自己舒服。所以你人生有在减肥吗？身体健康就好了。这个你们家唱什么歌？等一下，我们唱那个《一无所有》，崔健的歌吗？对，因为以前就是这首歌，以前我们也是在驻唱的时候，就是点播率很高啊。对，我去唱的时候点播率很高。所以就是哦，对这首歌印象还蛮深刻的，很棒啊！好久没有听到这歌了，好，欢迎 Mascara， 谢谢。曾一贯的不朽，你何时跟我走？我以后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我以后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你何时跟我走？脚底下真在走，身边的水在流。我以后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我以后无重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是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你何时跟我走？兔崽子，你的爸爸没叫你买东西要用钱。兔崽子，你不知道他以前在过不少数没。兔崽子，想听故事就给我乖乖老实做好兔崽子。我就是他口中骂大的兔崽子哟，兔崽子。恭喜你们出新专辑哦，谢谢。